after the song is done. Yeah, thank you. 而梁家人的方式呢，首先呢是先对歌啊，对了歌之后，就到了我们的阿妹的一个择偶的环节。现在呢，让我们看一下哪一位嘉宾最帅气、最热情。